大家好，我是名侦探花生。为什么总是用这句话来作为节目的开头呢？这应该就是经验使然。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习惯性的照搬自己过去的经验，经验让很多事情看起来顺理成章，但是对于案件来说，经验却可能是致命的失误。在任何案件面前，证据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不可以根据经验来决定犯人是谁。今天我要讲的案件就证明，在意想不到的证据面前，经验是多么的苍白。克里斯蒂娜是一位年轻的亚洲女性，她从小惩罚了，